山寨有事求，好其为名冠得秋愁。池莲寨内寒未酬，一心要做万得良侯。只连菜吃走我头喂，有其一金全棒金铜，闻是陈进思牙剑之旁来到沙陀搬亲离客用，我已欲下山截获他的之旁与他皮肤较量，他若不慎将织袍留下，俺若不慎与他，就与马前归顺报效皇家。也曾命喽喽下山打探，未见回袍。押定之报，打此经过，特来报真。再言谈啊！别追问，这才偷偷报道，闻得李克用的兵马押剑之旁，打此经过，这老我老的，齐队下山解袍。Thank you.
苍苍似银条，胸藏韬略智谋高。也是皇朝他的奇术道，今时啊皇朝造反，得逼唐王加薪，西去没粮，城门关押解之宝来到沙陀搬兵请救，本当不乏人马，我那两个无知的妇人，一个什么要发兵，一个什么要挂帅，发兵挂帅倒换则可，不知怎么糊里糊涂的把个前战先行就弄到孤家的头上来了，本当不尊，怎奈他们的家法实在的厉害。是啊，家法大似国法呀。为此料理宫廷善后之事，全身披挂脚长听点来。有带马带马，来来来，带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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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干什么呀？带马呀。带马啊，我是马官，你是马牌子，这带马的事儿应该由我来呀，你带不着。我怎么带不着啊？哎，把马鞭给我。我不给。给不给？哎，给我。我不给。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。你二人为何争论起来？钱四爷，您听我说。您听我说。是这么大事，这么大的事儿。您听我。一个讲了一个再讲。老千岁，您听我说啊。我呀是马官，他是马牌子，老千岁领兵出征，应当由我伺候您这匹马呀，他非要带，他这不是越级当差吗？你不是看守宫殿的老君吗？哎，不错，是我。您好眼力。你到此则甚呐？老千岁领兵出征，我伺候您且马后大小，我要立点功了。两军阵前刀枪无眼，倘有伤损哪还了得，回去养养你这老命去吧。嘿嘿，老千岁，您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岂不把我一团尚武的精神可就给打消了。老千岁，有道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两军交锋，何惜命？人不该死，自然生。我这一生一世啊，就是不怕死。大小我还要立点名号呢。哦，看你不吃，你还有些个爱国的心神呐。是啊，我是一片的爱国之心呐。好。就命你与孤代马。哎，是啊，那小子瞧见了吗？拿过来，拿过来吧。哎，老千岁，您来吧。
开席我就来了，怎么会误了呢？误了皇娘的马窝去了。对他们去讲，就是孤王到了，叫他们吃来饮接于我。是，好大的谱啊！启禀皇娘，父王言道，叫二位皇娘吃门饮接。怎么着？我们姐俩出去迎接他嘛。真是，这可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他好大的脸呐！你告诉他
说他误了我的某气了，叫他报门而进。得令。还则罢了，反叫我报门而进，哼，我不干了，另请高明吧。老千岁，老千岁，您别走啊，您这一走，这后半出就没法唱了。不干了。老千岁，如今二位皇娘执掌兵权大印，人家是元帅，您是先行，这总得报门。您要是非要这个菜呀，把二位皇娘给招翻喽，这个娄子可就捅大了。反了啊？谁反了？反了啊！这可不是新鲜事啊。
先行，不是花钱买来的，也不是运动来的， no no no， 乃是你们亲口委派的。不错，是我亲口派的。我问问你，本帅连点三毛不到，你往哪儿扣了？料理宫廷善后之事一不来迟，何必大惊小怪？我看呐，你是有点瞧不起我们。既然瞧不起我们，跟您就不客气了。我说来呀，哟，把他推出去，给我杀了！好，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！您别着急啊，邪魅，看在伟杰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只叫夫妻顺呢。哎呦，我的姐姐，这节骨眼儿，您着的什么急呀？你也不想想，他是谁，我是谁，您又是谁，我哪能真把他给杀了？我要是真把他给杀了，咱们姐儿俩不就守了寡了吗？哎，我说姐姐，您怎么老是向着他呀？哎呦，您坐，您坐。我说我要杀你，我姐姐给你讲情，得了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。我说来呀，哟，给我脆老头的四十军棍。老千岁，老千岁，启禀皇娘，我父年迈，儿臣愿替父受责。这叫父子亲。对，您的父子亲。你可真是个孝子儿啊！得了，起来起来。哎呦，这事儿可难办了。我要杀你吧，我姐姐给你讲情；我要打你吧，你儿子替你挨。您人缘混的不赖呀，还用你说？我也瞧出来了，您这个先生啊，我们用不起。我呀，不用你了。哦，不用我了？不用了。谢谢谢谢您，请告明吧。回来。不用可是不用，我赐你100名老弱残兵，将你打入后队，有我的令箭吊你，方许你出来；没我的令箭吊你，不许你胡溜的。你要是胡溜的，留神，我把你当奸细办理。好大的罪名！
今都有了啊。这事情啊，古来就有，可不算新鲜。哦，您平时好喝两口吧？孤王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短处。嘿嘿，坏呀，就坏在您这点短处上了。怎么？有几辈古人，我说给您听听。哦哦，昔日桀王宠墨喜，纣王宠妲己，幽王宠褒姒，齐王宠邹妃，本朝唐明皇最宠杨贵妃，这都是好酒贪杯的前车之鉴呐、哦！看你不吃，你还晓得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啊？是啊，我在家常看着刚健之书啊。如今好了。哎，怎么好了呢？你不曾听见吗？听见什么了？黄粱辞故，千民护为君，压制后队。哎，这倒是个美差。什么呀？您听反了，是皇娘赐给您100名老弱残兵打入后队，没有皇娘的令箭呐，不许您出来。您要是出来呀，拿您当奸细办理。哎呀，我也瞧出来了，跟您在一块儿啊，真是没有什么发展了。那小子，这马呀归你了，我呀不管了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哎呦，老千岁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势利眼呢？我怎么势利眼呢？那些个太保，你们看来一个个日浪似乎，他们只能在围场之上心为舍猎，若论沙场之上交锋对垒，哎，还要看孤家的呀。怎么着还得瞧您的？那可自然。哎，得嘞，我呀就再捧您这水。哎，把马给我吧。
娘，我儿胜负如何呢？孩儿此番路过知连寨，那寨主名叫周德威，十分骁勇，将尔等杀得大败，他单叫父王吃马。说承恩官，我们家这个老头子可让我给得罪苦了，可那周德威单单又让他出马，您说这个事儿可怎么好吧？依我看来，还是将老千岁请了过来好言顺施的才是。哎，我看这样行。太保在，去到后面把你爸爸给我递了来。得令。承恩官，我们家那个老头子可固执着呢，待会儿他来了，您可得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哦，是是是。来来来，请坐。哎呦，我说承恩官，我们家这个老头子是越老越糊涂了，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这都是我舅舅不言。哎呦，您坐您坐。哎呦，哎，这里还有个人儿呢。你怎么又坐这儿了？有何不妥？这是帅位。哦，客位。嗯，帅位。嗯，我的所谓呢？你呀、啊，哎，那边戳会儿去吧。哎嘿嘿，老千岁，来来来，您这儿坐啊，这儿没苍蝇。家无常理，家无常理。这样的锦旗还我前来，为了何事啊？找你来没事儿，好些日子没见了，会想你的。找你来呀，咱们谈谈心。哦，谈谈心，好，谈谈心，就谈谈心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跟你说件新鲜的事儿。刚才众家太保路过一寨，哎，叫什么朱？朱连寨。不错，正是那朱连寨。那个寨里头啊，有个寨主，他叫什么字字黑？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他叫周德黑。周德威吧？不错，正是那周德威。他的本事可好着呢，众家太保都让他给揍回来了，你说他够多厉害呀。无名的小辈何足道哉？什么无名的小辈？嗯，
饭，不伺候。哎呦，我说先生，我这有令箭一支，命你大战周德威，得胜回来呀，是另有好处。好处，我来问问，什么叫做好处啊？哟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连好处都不懂的。不晓得。来，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好好好，你不是骗了我一次了，我啊再也不上你的当了。我怎么骗你了？你讲好吃学讲吃来，大家听上一听，看看是的是不的。你非让我说出来，叫你讲。好，你听着，等您得胜回来呀，我摆上一桌酒席，把您呐站在上坎上，我们姐儿俩陪着您一吃一喝，这个乐子还小呢。国王打仗吃酒，不打仗也吃酒，吃酒啊不稀罕。啊，千岁，等你得胜回来，学生也要敬酒一席。更快更快，我们这是家务事，不劳大家。走走走走。长安官，您这儿来，您这儿来。我跟您说呀，他不是不去，他是不敢去。不敢去。您想啊，那周德威年轻力壮，刀法纯熟，他那是人家的个儿啊。常言说得好，这东西老了吧，称为老古董。这人要是老了吧，哎呦哎呦，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啦。老迈无用了。哎，你们是哪一个老了？你老了，你老了，你老了。我老是老，头上发向下洗，胸中掏流却还不老。有道是胡老兄心在这年迈，李刚强。那你敢会会他吗？你拿过来吧。神得令啊！
但是周德威啊，周德威，看你相貌堂堂，因何落草为寇？天姑相劝归顺顾家，封你一家太保，你如何？你可有万枪之袍，预谋留下，饶而不死，你去吧啊！你若胜得了顾家，定堂报道，至宝就与你留下。你若不胜呢？我若胜不得你定堂报道，情愿做你一家太保。丈夫一言，你肯反悔？乐传一礼，乐传一礼。众老老等官，押之朕妥。
舌尖哪有姐姐高？想又不想又在哪里弄得什么诡计？你我马上无意军师一样，不敢与韩下马匹前。你的剑法呀？怎么样？孤王我早就领教过了。不是那样的设法。怎样的设法？在这荒郊之内设一高杆，高杆之上坠一金钱，伯伯之外射中金钱。方为英雄好不好？但不知哪家先生？自然是孟家先生。不若先生呀，就无有你的分了。喽喽的力气高干，一腾站定了。
将兵带，你且射来，看定了。乃是一片死物，纵然射中又不足为奇。想这片野荒郊哪里来的活物？抬头观看呐、空中飞的活物乃是一对雕鸟。好啊，孤王要射他个双雕落地也你若舍得双雕落地，情愿做你一家太保。丈夫言，岂肯反悔？受得我、三弟儿啊！山茶点粮草，不必茶点，回营见过你儿为皇娘。